你看，刚刚去这个无穿啥相片，你就算家己说是牛，所以你会使哭。妈，你看，大汉去用去这个无穿啥相片，你就算家己说是牛，所以你会使哭。对方哦，威胁讲要公开这相片啦，啊，若大嫂知哦，一定会跟大兄离婚的啦。你看，大兄即马苦恼到要死啦。苏秉章哦，啊，你真正有安尼哦？啥啦？啊，你安尼啦？安尼也真垃圾啦！真正垃圾啦！有无啦？有啦，当然有，哎呀，真好累累的。阿忠。啊对哦，你真苦累累吼，对。你真是搞讲你要去开公司，想要你去开房间，啊好啊你，你只人骗你咧，你阁唔知会甲我真正讲讲你死哦。妈，你快再激动啦，讲遐代志哦，嘛唔是无挽回机会啦。要哪回啦？对方啊，干那想要爱钱尔啦。伊讲哦，1000万啊，这件代志刷刷去啦。1000万？嗯。妈，你拜托个啦，啊1000万我得使脱身啊啦。不是恭喜我妈妈，妈妈开太低了。哎，这想法嘛，1000万敢没有名声较俗的哈？啊，哪有人这个太低啦？哎，拜托，咱拢搬落遐久啊，你才过会感情名声较俗的。是啊，人花的行情在伫遮啊。对啊，哎，你爱讲的，迄1000万，迄嘛是有成本的呢。啥成本？啥成本？对啊，哎，嘛爱带细汉的啊，啊加是迄，啊个买棍啊，啊个锤啊，啊个刀啊。啊！你看，伊坐计程车来的路线嘛是拢爱成本啊，来不及的。好啦，我决定啊啦。500万？哪有可能？10万。头家娘，我最近看新闻有咧报讲吼，有一个查甫为着要骗伊老爸老母的钱，结果伊家己设计一个自导自演的绑架案诶。啊！代志大条啦，阿少贵啦，对方哦，讲咱若无回应哦，要甲大兄代志报周刊知啊啦。啥周刊呐？迄旧名包括周刊呐。大嫂若知哦，一定甲阿忠的脚讲断啦。阿免烦恼啦，我有实在一个朋友吼，伊讲咱地契若交予伊哦，半2000万给我。头家娘，你是莫冲动哦，即马伫咧社会上有太侪骗子啊。你管你啥物代志，你掂掂啦。伊嘛安尼啦，伊讲要甲西街借人呢。真诶哦，啊，你有偌济？跟他没关系啦，我一人睡就好，想叫我是你妈妈，对我来啦，我讲话贵了。我顶一下拄到周杰伦因某啊，踮咧杭州小笼汤包食饭，甲杨明威因家规家做伙食呢。杨什么威？杨明威啊。是啊。什么代志啊？喂，伊个阿豪哦，乱七八糟的朋友太多啦，我袂放心。啊，这地契资料哦，你抄抄的，帮我去银行问看卖，看上过会使贷款偌济。头家娘，恁真相信西人讲的话哦？